Hello， 欢迎大家收看火焰带来的游戏流程解说，我的世界，我们现在玩的叫火焰模组生存重启篇。好吧，我手里拿着这个呢，好像是小蜜蜂的窝啊。咱们搁这儿呢发现过透明的，我不知道它在不在里边啊。那黑的是什么东西啊？我还得去看看啊。这个地狱啊，已经不像我们这个什么意义上的这个是吧地狱了，稀奇古怪的东西挺多，咱们得多留意一点。这黑的什么玩意儿？我先把这个宝贝留着啊，这个回家，这里边可能有蜜蜂，可能没有啊。咱们之前发现一个啥玩意儿没了呢？木耳哦，那是射猪兽啊。那我们走吧，我们找什么东西呢？找这个东西啊，诡异油块，诡异油块。说话的打调呢？啊，咱溜达溜达啊。那个透明的小蜜蜂失踪了，我估计它是回到家了。这里边啊，诡异油块在哪儿啊，小伙伴们？这有个这样的骑士啊，不知道是干嘛的。你还挺不服，烂叫啊？是不是这个森林是吧？这个叫红什么森林是吧？红通通森林，别给人瞎改名。哎呦我去，谁打我谁会定住啊？打死你！哎呦我的妈！我差点掉坑里了，我他定住了，看到没？你喊啥你？我打死你我！他不掉点啥吗？哎呦我的妈！我要去那个蓝通通的森林是吧？这应该不是这个。那溜达呗。有时候还有什么幸运方块之类的啊？他们啥也不掉吗？溜达吧，啪啪啪啪啪的瞎溜达啊！啪啪是什么鬼啊？我总以为这个是那什么幸运方块，因为咱们装了幸运方块是吧？也不掉啥好玩。这也是吧？这也是，眼神还挺好使，慢慢来啊。我看看啊，一身破烂。啊，这个扔了吧，这个扔了吧，哇，这玩意儿叫声好吓人啊！来来，你看它又定住了，这儿定住了，看到没？哦，我知道了，小伙伴们，不是它不掉东西啊，是我们这把剑这样，我们这把剑的经验涨，你看我现在已经183级了，这因为我们的剑的事儿，哪个附魔？咱们这个剑附魔挺多，拾荒者的事儿吗？不掉掉落物，看没看着？这有点坑啊，这个，我回家还得拿我去死，他是拿钻石卖我装备的是吧？哦，这个哪个字啊？ OK OK， 你别叫唤，什么玩意儿掉了？ OK， 是这玩意儿吗？是他吗？对，是他吧？好，那我得多弄点啊。干嘛？他是干嘛呢？他是做那个传送门的。我的妈，挖不挖吧？得10个吧？反正多点也行啊。快点！我怎么一直冒烟啊？速度哪来的速度啊？我为什么加速啊，小伙伴们？是因为这个吗？我也不知道啊。反正我加速了，现在几个了？够了吧？这一个，那12个吧。然后这是记个点吧，关心咱们好像没咋用啊。那咱溜达溜达啊。哇，这猪人打那个金刚狼啊，你们发现没？哎呀，我这把剑好是挺好啊，它不掉掉落物啊。你看啊，我打这个猪人啊，你看这啥也没有，看到没？猪人有个特点啊，如果你要是给他打受伤了，所有的猪人都会打你，你要是一刀毙命的话，他们就不会啊。你看所有人都过来了，升级的好办法是吧？哎我的妈，他们一打我，他们崩飞了，啥鬼啊？去掉了吗？哎，你看这把剑就掉经验，看到没？一经验的剑吗？这是，你看啥也不掉，看可以吧？哎呀，我看看啊，有了这个，咱们可以做个传送门。你看啥都没有，这就有点囧了。这个有了这个，然后呢，火焰还需要什么呢？需要找掉这个东西。这东西我在想啊，是不是打那个骑士掉这玩意儿？然后呢，用这玩意儿加个铁能变成这个。这个是传送门的钥匙。可是我这把剑它不掉落东西啊，不掉落东西，你说这怎么混呢？这好吧，那咱们搁这定个点呢、啊，咱们还得过来。我估计杀那个骑士才好使，看呗。这样，然后呢，记录一下这个点呢、啊，我就叫它红骑士吧，是吧？地狱红骑士，这样啊，那个是它的传送门的钥匙啊，这样呗，红骑士，红骑，记一下就行啊。啊，然后我得回家一趟，智商，这样呗。哎呦妈，吓我一跳。然后再把剑吧，这把剑升级可以啊，别的不太好啊。你看它抢夺13呢，那也没用啊。我那把剑给我，那我还得拿我那把40米大砍刀拿出来。这个啊，那换这个吧，这样吧，然后咱们需要经验的时候咱们再说啊。效率，你这都什么破玩意儿，斧子给都没用了。然后呢，书架啊，还有个破唱片。然后咱们把这个啊，透明的是吧，我这个给它放到咱们屋里边啊，看看什么样啊。给你放哪儿呢？放这儿吧。 OK， 我也不知道它能不能出来啊。透明的那个叫小蜜蜂。 OK， 那这个咱们也没用上，都给扔了吧。然后呢，咱们有这个啊，这个可以做个传送门，然后方块，我看一下，我怎么加速加的这么厉害啊？然后没用的破烂都扔了啊，
这个扔了，这个扔了，扔了，扔了，扔了。这个金粒呢，咱们可以做成金锭是吧 ？OK， 两个做那个幸运方块啊，扔这。你看这还能做一个了，行，差不多了，还有点破画，画挂上呗，那就啊，大概这么个意思吧，是吧？啊，行行，哎，这是吧？嗯，哎呀，我看看啊，好吧，小伙伴们啊，又到了开心快乐的回应提问时间啊，我手里拿的叫什么东西？然后它是干嘛用的啊？在评论区留言吧，好吧。